Hello， 大家好，跟着达斯米克太太去踏青。今天我们来去试坐一下台中捷运。台中捷运的绿线总共有18个站。我从丰乐公园站打算一直坐到北屯总站。车站里面会有小绿绿福利社贩售一些周边商品。小绿绿是台中捷运绿线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拟人化的角色。从3月25号到4月23号，只要持电子票证就可以免费搭乘哦。北屯总站到喽，总共大概花费了24分钟。哎，有车子来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采用全自动无人驾驶，每个列车有2节车厢。这个声音就是车子准备要开了。坐起来感觉平稳舒适，可以找时间去试搭看看哦。谢谢观赏。欢迎订阅达斯米克频道。